这是跟小思思的妹妹买的一个衣服，来看看，好可爱的。就是不跟我买，是不是很可爱？就是不跟我买。小阿子刚刚说是给谁买的？他说他要穿，给你穿。不是，你不是说你的吗？我说是我的呀，你穿呢？我不穿。他说他待会儿偷偷的穿。你穿了，你我就看看。有你的，这这次给你买的卫衣，要不要试一下？要。小气鬼，生怕我不给你买。要不要把里面衣服也脱了？不用。这怎么试？大力出奇迹。你这头发没搞好。就我这个短发配不配这个白色卫衣？衣领没搞好。现在呢？往后退，还行吧。好丑啊！你短头发。为什么很丑啊？真的很丑。你同学，你今天上学，同学有没有说你什么？有的同学说很好看，有的同学说有一点不适合。有点不适合，有没有不有没有说不认识你的？有，就是有时我就是我旁边那个同学吧，他上楼的时候在我后头看没看半天没看出来是我，我一转头他发现是我。哎，还是看不习惯，大家觉得这个发型好看不？这难道看不出来是一个婴儿的衣服吗？只看外面有点像外套，有点像秋衣。他说：“妈妈，这是给谁买的呀？”啊，我说：“给我买的。”他说：“我要穿，我待会偷偷的穿。”我这里笑了半天。是你不是说这是你给自己买的吗？我骗你的呀，谁知道你相信的呀？我说我不给他穿，他说我待会晚上偷偷的穿。你骗我！真的来穿我看看，来来来。不，好汤圆穿。这个小妹妹穿的怎么给汤圆穿的？汤圆穿的假，不知道小思思妹妹喜不喜欢呢？这么可爱，菠萝的黄色菠萝。别那么小，还没有审美。我的意思是小思思的妈妈，懂了吗？小孩子肯定不懂审美啊。只要能穿就行，小孩子的世界里。你就知道玩泥，一天到晚就知道玩泥啊，玩手机。你知道今天是啥节日吗？不知道。很好的节日，你猜猜看。不知道，你的生日。我的生日还没到哦，结婚纪念日。对，你怎么猜到了？我就一直在想到底什么节日呢？什么节日？除了你的生日，还有爸爸生日，还有我的生日，还有汤圆和灰灰的生日，除了还有什么呢？还有什么呢？然后今天又不是什么节日哦，原来是结婚纪念日。知道我跟你爸爸结婚多少年了吗？我算算，我12岁，然后你结婚，我11岁，13年。对，厉不厉害？厉害。他今天给你啥了呀？你猜呀，我猜不到啊。给的钱呢、啊、给的红包啊。520吗？错。多少？你再猜呀。5020。太多了，没那么多。不知道。1314啊。想不想要啊？想。这是我的钱，我怎么会给你呢？不行。你给我14块。不要。只要你天天惹我生气了。求你了，妈妈。一毛四都不给你。求你了，妈妈。求我也没用，又不是你的节日，是我的节日。待会晚上我们两个还要出去浪漫浪漫，过二人世界，然后你就在家睡觉，听到没有？我不要。你明天还上学，你不可能跟我们一起出去的。我跟踪你。不行，我们两个要出去过二人世界，把你一个人丢在家里哦。把我和小梦琪扔在家里。